是应援前往大联盟。我觉得我们自己就是有点像是迪士尼出现的那种玩偶，但是你看到玩偶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哇！但是我相信，就是像林湘啊，大家啦啦队女孩有难过的事情，或是有一些比较低潮的时候，是不会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的。我的留言就可能上200个、300个，然后我就会特别花一个时间，全部都点一颗爱心。TVBS 看百事酷，每周日56台。